咱今日的圣经功课，出自马可福音书第四章35节甲41节，你先要拿回部分43页，安徽啊三页啊张小辉啦三页，咱今嘛要用伊这个啊头只顶关，咱有用路看到吼，今日新的这个整这个啊，所以咱就同齐安尼来读吼，同齐先来读。今日真啊真荣幸吼，请到迄个教师吼，教师咧甲咱讲到伊个题目是丰富中的耶稣。祝大家在平安。平安。啊，再去问吉长老安尼，就敲电话给我。讲牧师啊，你要出发未？啊，我讲在准备啊。大概伊惊讲这个老人哦，准备去你来讲。哈哈哈！我讲恁啊，今日恁伫船顶就爱礼拜哦。伊讲我都找无所在，我讲恁十几个人，三个长老，啊，恁三个长老啊，都若无你，都爱你爱主持啊。啊，伊讲我都找无所在，通做礼拜，我讲家己爱做礼拜啦，船仔顶无所在啦。啊，咱今日真济人，安尼伊嘛甲我讲，啊，牧师甲伊拢十几人无伫咧安尼啊。啊，有影确实，咱今仔日真济人啊出去旅游安尼吼，旅游，啊，把愿上帝安尼平安传出去，啊，唔忙也因同平安啊倒转来伫咱的中间，咱三交来祈祷。今仔日阮感谢你，搁赏赐阮你的话，也赏赐予阮有这个机会，同三交来思考，求上帝你的灵伫阮。心内打开阮的心，予阮会通明白你圣经内所默示的话，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耶稣的学生大半拢是在讨鱼的人啦，掠鱼啦，是渔夫。啊，大部分通讲就是这个家己厉害的这个安尼。人讲土生啊土大长大的这个啊掠鱼的人，啊，所以因会通讲对家己厉诶，家己厉害啊，非常熟，也对遐个气候安尼非常会了解安尼。耶稣嘛承认讲安尼，因对这个气候安尼啊真会通了解安尼。哎，所以咱会通看见，伫耶稣伫迄个路加12章啊，伫遐啊有甲因讲，讲安怎，讲西边的乌云，啊，恁就知影讲两边特别落雨。啊，若为南边南风吹来，啊，恁就知影讲今仔日的天气，哦，今仔日的天气安尼温度会安
三个高原，
啊，佫一个叫做一个叫做弗兰，叫做弗兰科尼，弗兰科尼西亚的这个高原，啊，甲黑文山这三个原山啊原地，风是冷风是对迄个北边对遐安尼落来，啊落来啊呐，咱会通知影去拄到甲这电动车本来这个热气。啊，底下浮起，所以底下这个三冲的时阵，啊，底下咱引起熊熊的引起迄个暴风的所在。啊，我想讲呢，这个地理大概咱啊老兵些教授吼，啊，较知影啦，因为伊是啊，这个唐公是这个历史的这地理的这个学者。啊，所以这个暴风是对这个安尼来安尼，但一摆。啊，即个学生甲耶稣去拄到啊，即款的暴风，皮啊啊，耶稣过会困难眠，随望风遐大，硬遐悬，啊，而且船量要无去，总是耶稣安尼困甲正好困的款安尼吼，啊，即个学生才去甲叫起来，咱就为恁看到即、這个啊，即站的技术。这个事件，您得到什么款的启示？这个故事，您得到的这个这款的讲法，安尼您有什么启示？啊，真重要！我只安尼三项，甲咱三甲来分享。当一个安尼，咱就通看见啊，底下这个技术内面，让咱怎知影？咱应该爱重视看重咱身躯伊即个健康，咱人生的诶即个人即个身躯的健康，因咱每一个人的人生，上帝拢有甲咱规划咱的人生，啊，为着要达成伊甲咱规划伫伊的即个大诶即个世界里面啊，拢有着咧。啊，咱的确唔是安尼讲白白空空互你活，你的确伫遐，伊有甚物款，你会通伫遐来贡献，啊，来互伊即个伊的创造更加完全。啊，所以会通讲，咱每一个人的肉体亲像敢若对安尼，正做一款伊甲咱规划啊了的款的设计，迄款的设计。啊，所以。安尼，咱通知影，即非常伫咱的肉体有缘未通看见，是一个真重要。基督教的信仰常常予人误解，就是讲看见一个先看见肉体。若讲到肉体，拢想啊，迄是真歹，哦，啊，迄是唔好，哦，啊，迄是罪恶，啊，是讲啊，迄是污的。咱若在这较当时啊，即、這个伊里面。希利啊，希利尼人就是当时的希腊，诶，这个文化中大人拢共款一般的思想，看肉体是灵魂的感觉，肉体是灵魂的感觉，所以安尼要偷放你的灵魂，要得到偷放得到自由，就只有靠派款待你的肉体，哦，派款待你的肉体，啊，所以这是希利尼人的这款的思想，啊，所以地教。道理，耶稣基督的这个道理，因真好滴接受，真好滴按接受啦。因为基督教所咧强调的，就是讲，这个耶稣就是上帝正道成肉体，哦，迄个拿撒勒人的耶稣，哦，迄个肉体。所以咱来看圣经，不止一个真重要的点，就是圣经恁要读新约。就是咧强调心，强调耶稣就是迄、那个有迄个肉体，吼、哦，具体的迄个肉体的存在重要，是历史上的耶稣。伫历史上来有这个耶稣，确确实实有这个耶稣。啊，所以这个就对了。所以你若读迄个特别读迄个约翰，哎，批第一书啊，一书一十甲三十的中间底下咧讲。讲这个道理，吼，这个道成出这个道理，阮的手捌摸着，阮捌看着，阮捌听着，
换一句话来讲，这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事实。因为当时是个人否定这个肉体存在，所以当时在伊个年的思想的人，因为伫只头拄仔我讲，因为因对安尼看清啊，迄个肉体的价值，看清迄个肉体的价值。不过耶稣的道理真正好，所以因伫遐就变啊解释。就是讲，安尼耶稣无实在的存在啦，是亲像影共款。所以恁若有捌听着，咱基督教的一个教义有话讲，讲耶稣就是一个幻影，是一个影来啊，无实实在在真做肉体迄个拿撒勒人耶稣，否定这个有血有肉的耶稣。总是咱在圣经底下，伫当时初代教会有这款的思想，所以圣经底下。不知咧，强调讲耶稣实实实在在，是一个拿撒勒人有血有肉的人，真做有血有肉的人，啊，这个予咱明白真重要。为什么这个一个真重要？历史上的这个重要，咱明白，因为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具体在底下来灭敌伊。来显示上帝本性，上帝是疼。那呢，咱同在要显示，予咱同在啊，救恩到底是甚物？毋是空想的代志，实实实在在是耶稣基督伫伊的肉体、伫伊的生活内面所要表现出来。上帝眼睛，上帝眼睛。所以咱同知影，因不止真安尼强调这个代志。所以咱会通看见，真正的耶稣是肉体上的这个有存在伫历史底内面。但特别第三十五章，伊伫只语文的强调，为什么强调伊个肉体事啊？三十五章讲，咱过来一边，耶稣甲只阿叔，咱过来一边，但是倒一边。咱大家，我问你，你知影讲咱过来迄边啊是倒一边？要对边看是倒一边？就是要对西边去东边啦。哦，伊伫加贝隆伫遮，你像读，要啊，我读马可头啊，即一二三章伫遐，咱知影伊阿叔是伫即个伫咧加贝隆，啊伫即个是。加利利海的西边的，安尼个。那么加利利海真趣味，就是讲，伊的西边是一个通商哦，一个安尼商业的这个贸易的中心啊。哦，底下特别的渔业安尼非常会真发达，是当时的世界闻名的所在。啊，所以两只通商啊，这个贸易的中心，所以安尼。西边遮个有几啊个安尼真济个即个当时个都市哦，啊拢是超一个都市超万五人个人口以上，啊所以伫遐安尼啊耶稣常常拢是伫遐啊伫传道伫人个中间伫遐传道啊医病啊即个医病啊是官贵拢伫遐咧做，啊所以迄日伊安尼做工个暗。所以甲学生讲讲，啊，咱过来迄边就是来去东边啦，因为东边安尼人口较少，啊，东边较迄个荒凉吼，真荒凉的所在，啊，所以较安静，啊，所以是耶稣就是讲要招只先过来迄边，啊，迄边要创啥？因为伊自己的感受力就怎样，非常的一学生，啊，所以对肉体来看有需要。休困来恢复伊的气力了，啊，精神嘛同款。伊伫遐安尼一日安尼，伊变光鬼，啊，即嘛真要驾驶，啊了，即嘛过来一边，啊，较安静的所在，爱通伫遐祈祷，哦，啊，互伊的心灵上会通搁较安尼，健康啊，搁较较强，力搁较强安尼。所以讲过来来一边。所以咱通知影，圣经伫遮伫咱即个故事内面，有呾真强调重视你诶身体健康。
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后咱人看伊是去困的啦。后来是安那，信用帮助伊，予伊叫做一个机会。为什么？伊伫遐咧想讲，上帝共每一个人创造每一个人，就是甲伊规划，伊有一个使命。伊每一个人会活，毋是无代，毋是无目的，上帝话，活伫世间，有目的。啊，所以为着要予你达到上帝。
为着要甲达到规划迄个人的人生，所以上帝创造迄个肉体，也着进行迄个气候的分，所以为着安尼来设计。所以讲我呢，得有上帝的意思，所以咱通知影，伊有个爱受罪，爱拍球，我拢想无咯，唔知有为什么一个无手无脚的人变来，啊，佫啥，佫伊咧做房地产，后来真成功，伊到处伫各所在，即嘛是到处各所在咧建设。所以杨秀美，伊讲，你唔茫看到我这个面去是安尼无完全的，伊讲其实我是足完全，对上帝创造人，我伊是讲，伊咧讲讲 ，Nick is perfect， 伊讲我真完全咯，我 perfect， 唔是无完全的人。啊，所以有咱人知影伊的信用伫啊安尼帮助伊。啊，可以让知影迄个原有原意挂的啊，迄个肉体的需要性，啊，该很重要的，就是要应验上帝呀。因为咱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间，不是无目的，你就是上帝规划你的人生，有规划你的人生。所以为着规划你的人生，所以有创造一个剪彩无相像的机会，就是要达到着你的人生的规划。第二，咱来看讲，脑基督同迄个同伫尊顶，你就会能得到风平浪静啊，风平浪静啊。啊，所以咱通知影，真要紧，耶稣那甲你安尼。你就不会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嘛，讲伊早存在是伊原参与伫迄个创造的，所以伊就无惊吓，心内就无惊吓平安。所以这就是伊好困的所在，互伊学生家叫醒，啊，伊才咧困，伊伫遐伊才醒起来，因为伊相信上帝若创造，今仔日也佫上帝的管理，所以伊是。上帝行政啦，上帝管理的内面，所以无什么通可怕的所在。所以这只学者讲，伫只伊原要表明伫这个故事内面要表明什么？要证明耶稣是自然甲历史的主，自然甲历史的主，所以已经安然无恙，安尼在困。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我的牧师卢春章牧师，伊捌讲讲有一日，伊为台北要倒转来，阮的厝，阮迄阵要住伫大埔啦，要转来厝。啊，伊伫咧车厢对面坐一个囡仔，细汉囡仔，迄个囡仔真活泼，连咧唱歌，有只歌啊，就看迄个红啊册，看迄个漫画卡通，漫画。有时伫遐着食面，总是即个车若停伫车站，伊读壳着叫人家糖仔归去读壳着伸出来，别人嗨爸爸，他妈话嗨爸爸，我即个牧师就牧师讲奇怪呢，他妈嗨爸爸，拢无看见爸爸来，所以就甲问我小朋友，你是要去倒位？伊讲我要来南部啊。我說這些人要帶你去，怎麼會你常常在說嗨爸爸，你爸爸在哪裡，沒來跟你坐，他說我爸爸沒空，不能來，他說如果這樣，不然你就去那裡坐，他說那裡都不能，我那裡說孩子不能去，如果說我當時在什麼地方，他說是怎麼樣，你不怕，他說我爸爸有在這裡，他說
你若讲迄个以前吼，即个叫做四章加
耶稣底下用足济摆来甲只正人，啊，甲只学生来启示，伊是上帝者。伊真安尼用过种种譬如，啊，用过你若看福音书的譬如，底下几个摆就是对会众、对群众来表示，伊是上帝者。啊，当然，只学生安尼也看到神迹，听到伊的教示。要顾我的力量，他要细找经，哎，细找找。这些细找找就是咧表示一下学生吼，有缘要无信耶稣是上帝囝。所以才会讲啊，啊，到这个人是什么人，那会遐样困难。啊，所以我咱来当知影，安尼啊，直接学生耶稣咧接边就是因无信讲伊是上帝囝。啊，底下。那既然伊若相信上帝囝，自然就知影讲伊是创造宇宙万物，啊，伫遐无必要惊。啊，所以我咱来通知影这个意思，伫遐安尼咱会通了解，吼、哦，就是安尼意思，毋是耶稣咧责备讲，哦，你甲我叫醒，啊，伊咧无爽快，毋是安尼，是因的因，耶稣看见因，然后佫无信，啊，所以变过呢。所以我这个结尾来讲。神学家安尼讲，唔通用过字面上来了解这个事件，唔通照字面上来了解这个故事啦，这个佛方的这个故事，就要去思考蕴藏伫迄个内面的迄个真理，因蕴藏伫迄个内面的真理。你像啊，今仔日个世界底下有一个。组织叫做 WCC， 有无？你捌听见无？我看咱拢 WCC， 啊 ，World Church Mission， 啊，即 Council， 就是教诶世界教会联盟，人拢家叫做教会联合国，不只真贵了咯，人叫做教会诶即个联合国。但即个组织用过啥物来做伊呢 ？Law。你唔知，我看唔知，所以你嘛唔捌看。英国迄个来做个 logo， 就是英国一只船，啊船的中央是十字架，啊伊只应该咱当时的帆船拢有迄个啥旗杆嘛，哦，啊所以英国迄个，你嘛看迄个中文的迄个新啊迄个来中文的这款呢。圣经啊，我那马可的这个啊第四章的这个所在，这个故事，因就是英国的，对罗马就是对这个来，要表示什么？船就是教会啦，十字架就是耶稣啦，所以咧讲，讲有船教会，那耶稣在伊的中间，教会袂变船。教会袂停落去就无啦，教会会乱会无去就是无耶稣嘛。所以这真要紧，这个就是用过那个，所以伊目的要表示，这个历代伫历史的历代内面，教会拢受迫害，足厉害。教会受这么大迫害，啊无标准，无如何去，等到愈严重，是啥物？耶稣第一来，就是对这个故事所来，所以你看这边，咱就要记得，无论教会，无论家庭，无论你的人生，真重要，就是爱有耶稣同坐，甲你坐伫船顶，安尼你就会平顺，啊，你就要伫遐得到方便，啊，方便。在龙井。